在中国，美发行业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认可度，但我相信这个行业会有一个有品质的未来。当我看到染鱼 community 在北京表演的时候，我觉得欧莱雅是把美发当成艺术来做，需要技术和创造。作为一名发型师，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物。